Hello，下午好啊！给阿先来，来，下午好，来，欢迎收看我们《表弟好主意》现场烹饪节目啊！所以今天有德国猪脚啊，还有马铃薯泥啊，哇，你做快餐啊？还有那个叫什么高丽菜啊，沙拉。高丽菜啊，那个是 KFC 那种，是不是啊？简单做了，哦，KFC 的这个是不是 KFC style？你可以做到 KFC 这样好吃吗？KFC 好像是类似这样的东西的哦，但是它的好吃哦，也没有开卖，没有的，但是它是比较甜一点的啦。来，请帮我们分享啊，今天有劲爆的就是德国猪手，好，妈的，切得咁幼啊！这个我先穿烫熟了，马铃薯泥，像马铃薯泥。OK，穿烫多久？你这个马铃薯？一般上的，你看你大小粒的，你是小粒的话，你这个我用气压锅拌几分钟而已，就这样。就是你普通包，就是水滚来穿烫一下就可以了，是吧？二十来分钟啊。OK，如果你没有气压锅，你就是用普通锅啊。25分钟左右了。啊，你看你大小片啊，如果你真的厚的话，好像这么厚的话，你就。二十五，二十分钟多，20分钟啊，来，today COVID 啊，5150钟啊，希望降到四字头啊。所以我们穿烫我们的那个马铃薯啊，说这个做那个 mashed potato 啊，马铃薯泥。今天我们拿上来先。Cookie sauce，谢谢你的50次的欣赏，谢谢你。来，现在我们就是要穿烫这个，现在啊，这个我已经做好了。这个所以今天我两种做法，一个是拿油炸，今天我用 air fryer 去。OK，我们会教大家怎样去做成这样。就现在用 air fryer 去烤。哎，下午好啊，继续帮我分享。来，Coco，谢谢你50个欣赏。我们要220度啊。多少分钟？先大火先，给它20分钟，转，我不大会用啊。表弟，你的产品来了，不要这样。OK，我们按那个20分钟，你的 temperature 220度，这边就是220度啦。220度啊，20分钟啊。OK，不要理他。OK，来，我们烤这个，一个烤了，一个炸的啊。我们做两个款式给大家看啊。所以220度，20分钟啊。来，下午好，继续帮我们分享，谢谢。好，现在我们要穿烫那个猪手啊。那猪手是，它是，我们只是拿原蹄啊，引排啊。原蹄。OK，这个猪手啊，这个、猪手，它这个脚那个不要了，只是拿这个整个，啊，那这个我们现在穿烫的话，我就是切几片姜片下去喽。来，我们切姜片啊，这个是来穿烫那个猪蹄啊。切几片姜片都对。来一块的姜啊，我们切片啊，然后，这个是米酒米酒来的。来白米酒。一个汤匙的白米酒啊，我们放入一个汤匙的白米酒，任何白米酒都行啊。当然，一般上我们啊，你这个去那个猪骚味嘛。啊，你是讲那个酒对吗？这些青葱啊，来滚青葱。OK，超简单啊，就是姜片，然后白米酒一个汤匙，然后一个青葱。然后一块的猪蹄啊，猪蹄，我们尽量就，今天我们拿一拿这样，拿一条条的，一样拿。啊，要我们穿烫一下，要多久？稍微差不多5到10分钟这样了。OK，那么穿烫5到10分钟啊，等一下要炸了，我们这个要炸的啊。等下还没有炸，你要去煮了再加热，不要给它猪蹄废话，不要给它熟，它热的熟熟进去不给你。
说是东西不美。什么东西不美？它皮呀、啊，它的皮不美啊。它推出去，要给它推它的皮出去啊。有啊，还有的救吗？可以了。要定型一下。它皮哦，它一遇到热哦，它就缩上来了，看到吗？所以它皮也不美啊，所以要给它推出去啊。OK 了，就 OK 了。揪进哇，漏几多嘞？好吃哎！揪进来哦，肚子饿了，你们吃饱了吗？可以哦，放下去放的不美。所以我们如果给绑住它，就用绳子来绑着啊。对啊，穿烫啊， okay. 不能穿烫。像你皮，我们就要看到皮的。来，有粉丝叫你用叉来拉下来。没关系啊。OK， 我们皮啊，虽然不美啊，那个炒锅很美，有卖吗？暂时没有卖啊，我们在试用中啊，被改良啊。OK， 这个马铃薯啊，等一下我们做马铃薯。大家下午好，早几天我去接种疫苗。人会感觉到疲累啊，今天精神状态恢复了，我又可以照常看直播。来，谢谢，欢迎归队啊！哎，谢谢。阿表弟米奇一家人下午好。啊，白米酒可以用那个新酒或黄酒吗？都可以，都可以啊。嗯、最重要是有酒啊，有酒啊，就是、你放姜葱料酒下去，对，穿烫就可以了。我们主要是去腥。你看啊，皮羊收束了。还没有弄好呢。年轻人大多数不会欣赏猪手啊，做梦不会呢。啊，我们去泰国、啊。OK， 现在我们就爱吃这种。现在我们要猪手了。米奇、啊，等一下我就老婆来你家。那个泰国每次去了那些什么？台湾店。啊，台湾店的猪手好吃啊。我们就是西青啊，三颗。三条的塞坎啊，西青啊，我们切断啊。然后大葱啊，白色的一粒，切成块啊。嗯。OK， 重复啊，我们三条的西芹啊，西芹啊，然后切成块啊，那么那个大葱一粒也是切块。嗯。萝卜一条。我有吃过德国猪手啊，好吃啊。台湾跟泰国的有吃过吗？还一条的萝卜啊，也是切块啊，还有两条哦。OK， 我们放两条的萝卜啊，放在气压快煲里面啊。我们以前上次我煮哦就很慢，因为今天气压快锅很快了。哎，有粉丝讲，如果这个是熟的话，它直接会掉下来的阿皮。啊，对啊。嗯。哎，我们这个啊，就是。那么穿烫好了，我们要来穿啊！来继续分享啊！米奇还没有吃啊，等你请可以吗？要问表弟啊。这个猪手回来，你们就要你看那毛啊，要刮它，我有火枪，没有毛了，火枪烧了的。你们要注意它的那个毛啊。有火枪，或者是教你卖猪肉的啊，用刀片啊，再跟它刮刮一下。其实有毛的话，一点点会很糟糕吗？就不要有毛了，你看到毛就是卫生的感，卫生的方法。你看到也不，你看到也不敢吃啦，对不对？我们吃鸡肉的时候也是有时候会偶尔会遇到有毛的啦。就大会出现哦。好大的猪手啊！对，请问我们烤的有穿烫过吗？已经煮熟了。煮熟了啊，那烤了已经煮熟了了。你是有加什么酱料什么之类的？那等一下，我现在我是做示范哦。啊，现在做示范给大家。你看它收束啊。我们烤了也是这样的过程啊。我们烤了也是这个过程啊。用沙爹竹签啊，插入原体啊，就不会收缩。我看一下，没沙爹汁有吗？没有。讲的对啊，我要不穿烫一下。啊。很好，主妇和主夫的手啊，就是这样啊，伤痕累累。所以要感恩哦，啊，是都要感恩。哇，来谢谢提供资讯啊，我们现在拿那个沙爹汁啊，那牙签也可以吗？牙签不够力啊，牙签不够力啊。什么 ？Thank you for sharing delicious cooking。
来 ，Thank you for support 二十啊。请问表弟会做五香的炸虾饼吗？五香脆脆的那种炸虾饼是不是？哎，真的是有沙爹汁的。你看可以吗？表弟，请问昨天的那个鸭大概有多重啊？如果用整只，也是用半只的调味料吗？嗯，整只也是半只的。哎，那边啊。啊。你可以多一点点调味料，可以多一点点，啊、但也不要太多啊。说、so, 你是多少公斤？嗯，昨天的鸭是多少公斤？昨天鸭其实半只是两，一 kilo 出一点点的。一 kilo 出一点啊，半只、差不多一 kilo， 一 kilo 一斤啊，一 kilo 二斤。我给它擦沙爹汁啊，主要的目的啊是不要给它皮啊，煮熟的时候不要给它说滑。要这样比较美、啊。然后炸的时候就美美啊。这个你会做吗？这样多工啊，你会想要做吗？来，我们再冲。这个是大日子啊，来，我们再传烫一下，稍微传烫给他有个定身一下。可以帮我问问表弟三文鱼啊，放烤箱要多少度啊？可以烤放冰那边吗、啊？可以啊。对啊，就是放冰那边。你就是 follow 他的 step 就可以了。那个已经是那个是最标准的啦。啊，我的猪脚在蒸温泉啊！啊 ，Hello， 大家下午好，来谢谢啊，谢谢来观看啊！啊，这个我们就要啊，来，这个是马铃薯啊，马铃薯啊，来，马铃薯几粒这边？这里是五粒哈，五粒啊，我们五粒的马铃薯啊，汤汤说哈。你可以换，你就是用水来包啊，就是穿烫一下，给它25分钟啊。我们用快包2分钟就可以搞定了吧 ？OK。想问一下，昨天那个细成金怎样下单啊？细成金，你私信我们啊。哎，这个好多工啊。不会啦，你将我哪里会多工？我做一下很快的 啊，很快的啦。我们大日子啊，对自己好一点的、啊。如果是大日子的话，你可以这样做啊。对。这个牙签擦一下啊，它就不会脱离这些了。好，我们暂时擦擦。表弟骗你们的啦，他永远没有简单做啊。来过冷水啊，过冷水啊、嗯。一定要冰水吗？不要冷水跟人。啊，有冷度就可以了。它皮都这样就美了。啊，皮就固定了啦。下午好哦。像那个沙爹子也进去里面，煮了，用气压包啊、嗯，来，我们用气压快包啊。所以我们有放大葱、那个西芹、萝卜啊。我们西芹是三条啊，切条形啊。那么一个大葱，白色的大葱啊，然后切块形啊，切成块形啊。两个萝卜啊，两条萝卜也是切成块啊。然后整个猪蹄放进去。我看看就好啊，不敢做啊，太多工了。不会多工啊，你会诚信。我告诉你，你尝试做啊，你的老公更爱你啊。两公婆的感情啊，一点点的，彼此之间的感情更升华了。八角更难做啊，一切从这个猪蹄开始啊。碎的，来八角，一粒就够了是吧？两个，两粒的八角，两条的那个桂皮。嗯，然后叶桂叶，三片的叶桂叶啊，来重复啊，两粒的那个八角，嗯，然后桂皮两条，叶桂叶四片，嗯，谢谢，要裁的 ，IGPM 的 no reply 啊，哇，在 IG 啊 ，IG IG 的员工没有回复啊，你私信我们 Facebook 啊。我们 Facebook 比较快一点 ，IG 啊，他可能这两天会去看信息一下啊。啊，我们很少 ，IG 是很少 ，IG 是Miki 做的 ，Miki、IG 呢是 Miki 没有去看那个信息啊。IG 是放食谱啦，建议你在那个 Facebook 信息他、啊，好不好？好，我们放进去啊，叶桂叶四片啊，桂皮两条啊，辣椒两片，辣椒两粒啊 ，OK， 就这样简单啊。那么我们放一点胡椒粒啊，
泰国猪手不同啊，它是比较较湿长的时间来焖啊，而德国猪手啊，一道程序就是焖了才炸了，就有不同的风味啊。你能最怕我的猪手啊，我的是自己自创啊、嗯、来，这个是胡椒粒的呢、嗯、胡椒粒多少？胡椒粒我们哇，哎，林文，谢谢你200个欣赏，差不多是这里啊，这里差不多是六七克这样了、啊、六七克啊、嗯、六 gram 或者七 gram 的那个胡椒粒啊，我们看 OK， 我们给它六 gram 就好了，六 gram 的那个胡椒粒来敲碎它，来推它。为啥给猪皮上头擦？我们擦上去是不要给它的煮的过程啊，那个皮不会卷上来啊，给它皮。OK， 那胡椒粒啊，七 gram 嘛，到六 gram 左右啊。自己煮就算了吧，我们帮你擦拭、啊。让你看表弟表演就好啊。一擦拭花椒。来花椒啊、嗯，这个四川叫什么？贝贝串啊。一擦拭不了。一擦拭的那个花椒啊，来给大家看花椒，它叫四川贝贝串。台下十年功，台上十分钟啊，表弟。辛苦一粒钟啊，米奇十分钟就吃完了、哎、啊哈 OK， 我们加水哦，我们加这个好多工啊，好多工啊，要做啊，这个好多工，我们先加一个两个，我们放水加多少？我放三 liter 的水啊，我们放三 liter 的水啊，三公升的热水啊、嗯、啊，要在家庭啊、哦、争取一席地位的话，你就必须要煮这道菜。这道菜不简不难煮啊，只是说一些程序你懂的话就 OK 了。听话翁啊，哇，谢谢你75个欣赏。啊，这是真的你名字啊，听话翁哦，每年新年都要叫你啊。I why paper corn never wash 啊？为什么不洗你的 paper corn 啊？胡椒粉没有人洗的。啊，胡椒粉没有人洗的、啊、胡椒粉还洗那里啊，可以搅的胡椒粉，这种胡椒类型啊都不洗的、啊、来，我们放三 liter 的水 啊， 是真的，自从我每天看表弟好主意的直播后啊，两公婆的话题也多了啊，不煮也要一起看啊。花椒没有放吗？放了花椒。 OK， 我们糖放三汤匙的糖啊，三个汤匙的糖。现在我们要放一茶匙，一又三分之二茶匙的，一又三分之二茶匙的盐，嗯 ，OK， 一又三分之二茶匙的盐、嗯，然后三个汤匙的糖啊，嗯，对，大家帮忙帮忙好，请问德国猪手是用来焖的吗？等一下要炸的，放花椒，你要焖熟它啊，来味精，味精一茶匙，一茶匙的味精啊，放花椒粒也可以吗？可以，可以啊，嗯。OK， 我可以放花椒吗？对啊，我们就放花椒啊，倒一个酒下去。德国猪手也是炸的。你可以放料酒啊，我们放。你们可以放料酒，我们放那个白米酒啊，料酒也行。因为这个要够咸啊，够咸的时候那皮肉才咸进去。来多少？好、啊，一个就是差不多是百二，百二 ml 的那个白米酒啊。嗯。百二 ml 的白米酒，我们是用这个海天的白米酒啊，120 ml 啊。嗯。我们打一块姜下去。打一块姜下去啊，天空 young rice 可以啊，一头放了啊，一头好像煮了两次了，有煮过第三次了，两次 GG Wong， 谢谢你50个欣赏。那个猪脚你去跟那个小芳讲就可以了，我要做猪脚啊，买猪手还是猪脚也是可以啊，盐皮，你说买盐皮盐白做盐白啊， OK， 他们切姜片啊，哎，姜片啊，嗯，你去买一个来吃就好了，太多工啊，你告诉我哪里有卖，你根本找不到啊，这里。来，我们切入一块的姜片啊，啊，德国猪手不是炸了吗？是炸的，等一下会啊，是不是要盖过猪手啊？不需要，不需要，它滚下来会弄到了。啊，表弟，我的气炸锅还没收到呢。给点时间哦，你几时买的？啊，你私信他啊，私信我，我们可以见一下。来，我们这个是放现在的、啊、现在油地啊，这个要慢一点啊，很慢，我就
那一天的很多那个药水啊，六月尤其是六月几号啊，哇，那个那个顶不顺是吧？我们都顶不顺了。来，我们稍微洗一下我们的那个蒜米一粒啊。为什么要放红萝卜还有那个西芹呢？它啊，那个调和它的味道。调和它的味道啊。来，我们去皮，不要去皮也可以的噻。啊。花椒好像没有挑脆啊。不用，不用啊，直接放进去啊。来，我们一粒的蒜米啊。洗一下就放进去了。表弟，我要买吸尘机啊，请可以联络我吗？可以联可以给我联络电话码吗？你记得编我私信我们啊，我们可以通过 WhatsApp 联络吗？你私信他，他就会 WhatsApp 你了啊。啊，你请问如何看重播啊？我们这个平台就可以看重播了。现在就可以看得到了啊。嗯。哎，我们现在去压锅啊，多少分钟？好，给它滚先，滚，我们包12分钟。12分钟啊，10分钟啊，10分钟，10分钟啊。如果要快哦，我们快是。如果普通包就要100分钟啊。我要我要快拿12分钟，滚了我们就冲水。啊，快了啊！如果没有的话，你是10分钟给它震到那个。来，可以给食谱吗？只要拿得到食谱，等一下我们会写啊。可以放那么多水吗？啊？可以放那么多水吗？可以，什么放多少水？水 OK 了。啊。我们只是那水只是。那个水，我们最重要是把那个猪手啊煮到软。那猪手要煮到软的话，那猪手要有味道吗？所以为什么我放到很多盐呢？对，很多盐糖啊盐啊，其实那个汤的味道要咸的，但是它又不会咸到里面哦，因为我们只是包一下，但我们捞上来才来炸。这个来炸是不简单啊，炸真的要一个功夫啊。猪手炸过才好焖啊。我们今天不是要焖，是要炸。好，来，谢谢。OK， 现在我们做的第二道菜就是，超过3L那个 level 会 maximum 吗？它不会。不会啊，因为它8L吗？八厘米，它 maximum 是2/3吗？来，可以拍一下白米酒吗？可以，来，你拍照一下，白米酒，海天的，20度的料酒啊 ，OK，Mickey， 你天天是好料啊，好福气啊，谢谢啊。OK， 我们现在做了这个 Cantish Fish Yum Soup。OK， 我们切一点OK， 来，我们进入我们的马铃薯泥啊。可以叫做一个妈妈炸鸡吗？妈妈炸鸡，普通炸鸡。妈妈炸鸡是讲啊，你的妈妈。OK， 我看看一下。这就是功夫菜啊，功夫是很多美味的啊，美食的。来给大家想一下哦。来，20分钟啊。想一下。先20分钟啊！对，想一下还没有哦。这个是。如果你要，好像我们你要的话，你可以擦用擦哦，擦，好像烧肉这样擦到它，对，都可以了。但是我们这个没有，我们直接给它这样逼它油出来。OK， 还在烤第二次是吧？对，再烤出来。OK， 来，刚刚我们是烤220度20分钟啊，我们再烤第二次。第二次我们要烤。德国有卖啊，哈哈哈哈。来，你的切板是塑胶的吗？那个不是叫塑胶，那个是什么胶 ？BB 材质。BB 材质啊，属于塑胶的。啊，也是属于塑胶的类型啊。我看我们放200了哈。OK， 来，我们第二30分钟啊。OK， 来第二次再烤啊，200度。30分钟，第一次烤的时候是220度啊，20分钟，第二次是200度。我还是在抓着的，这个大概的啊。阿嘎，因为我们做两种。是啊，一个是传统的做法，一个是用 air fryer 来烤啊。If don't use the fresh cooker, how long we must steam? 你要 boil around 100分钟。你一个半小时咯，你去慢慢去煮它。一个小时半啊，一个小时半啊，一个小时半啊。来 ，put the big onion, how many? One only, 白色的啊。一到两粒啦，你可以换到2粒。所以我们这里是5粒的马铃薯啊。所以我们的那个奶油有多少 ？butter， salted 还是 unsalted？ 这个是 unsalted， unsalted 啦， unsalted 啦。你可以用 salted， salted 这样你不用放盐，不用太多了，一小片块的可能。我们放上去要滴下去，多少？30ml， 30克。我们拿30g 的那个 butter 啊 ，unsalted 的放进去我们的这个5粒的马铃薯啊，所以我们要做 mashed potato 马铃薯泥啊。OK， 我们要50克，
猪手煮熟完才拿去炸，还好吃啊。所以我们煮熟了、啊，来六月五号下单了，来你可以私信他，没有放酱油和酱油，酱油和酱油是一样东西的吗？嘿嘿，会可以啊。来，我们的多少奶？好、啊，鲜奶。鲜奶这个我这个六十克，六十 gram 的鲜奶啊。嗯。六十 gram 和六十 ml 也是鲜奶啊。艾米奇，你的孩子吃猪手吗？我不知道啊，煮完了之后还喂他看吃不吃啊。妈妈少洗的盐啊。对，没有气压锅啊，普通锅要煲多久啊？一个小时半啊。还分享两次的感恩，谢谢你啊。我要联络号码，因为我住新加坡啊。你私信表弟啊。我们不能随便这样公开给殿下表弟的鸡尖热啊！来，盐多少？盐四分之一茶匙。四分之一茶匙的盐啊 ！OK， 来这个黑胡椒粉是吧？嗯。黑胡椒粉多少？你啊，你可以放三分之一茶匙。三分之一茶匙的黑胡椒粉啊！因为我不要放太辣。OK， 我要加一碗盐，四分之一茶匙。然后黑胡椒粉是三分之一茶匙啊。嗯。因为小孩子啊，我不可以太辣。太辣。我吃过的味道真的很香，很够味的。What kind of potato you using？ 这个是美国的，美国的 USA 美国马铃薯啊。气压锅焖猪手的水会流下来还是倒掉？倒掉啊？倒掉不要的，我们是不要的。表弟没有花椒可以用什么代替啊？没有花椒你不用放哦。啊，可以不用放啊。德国猪手哪里买？这个猪手呢？你去猪肉档买啊。嗯、你跟他讲，你要做，你要讲要做盐皮的。你不要跟他讲德国猪手哎，他讲我们没有 import 的猪肉从德国。现在的都是男人厉害下厨啊。放错了调到 K 啊，没有关系的，他是我们给美诺去 key in 的啊。最重要是他的温度和有那个时间、啊。星期天下单的买刀啊，今天收到了，很美啊，谢谢支持啊。我们刀不错了，我们刀真的是值得买的，很多很多粉丝用到我们的刀都讲赞啊。来，连体煮软后啊，还可以炸吗？就是煮了来，煮软了来炸的。就是煮软了还炸啊？谢谢表弟教我炸江一仔，很脆啊。嗯。助手要配德国啤酒，哇，这么厉害。我想起要去泰国的台湾店啊，德国哦，德国的啤酒真的好喝啊，好想去德国。嗯，但是我们那时去柏林啊，哇，那个，请问是 KFC 的马铃薯你吗？我今天要尽量啊，尽量做到哪一个？尽量做到一个了哦。OK，KFC style 的马铃薯你啊。我们就是有盐的吗？我们是放无盐的。啊，如果你有盐的话，盐就不要放啊，就不要嘛。啊，我们只是稍微一点咸味啦，你有点带咸啊。嗯，可以放淡奶吗？我就放淡奶咯，啊，真奶啊，放真奶。来，请问气压锅多少钱？798块啊，是吗？嗯，798啊。OK， 这个几乎也是好了了。我们等一下要煮一个酱下去啊。牛奶放多少啊？60ml 啊。啊，这个马铃薯需要去皮才来煮吗？对，啊，来，去掉皮要先来去穿。然后现在要讲，我要煮一个酱，煮酱先来，妈咪，洗洗。美国马铃薯和本地的马铃薯有什么分别？是不是一个比较大型的？美国是比较大力的，美国比较大力一点的 啊。米奇，你没有叫粉丝去表弟的 Facebook 按一个赞啊，就可以看直播啊。哎。我以为是每个进来是已经是赞过表弟了，所以啊，如果第一次认识我们呢，请 like 我们的 page 啊。大家要学习赞啊，按赞，你没有分享目标，你要按赞，按赞的你长期有按赞的时候，5:30的时候，他会一般上都会收到，你们都会收到了。在我们这里平台比较 active 的话，现在你 active 你就会收到，你不 active 就不能收到了。OK， 来，我们已经滚了啊，说我们开始计时啊，10分钟对吗，表弟？对。来帮我们计时10分钟啊 ！Thank you very much。12分钟，12分钟，说定12分钟。因为我要快了，就要12分钟，不然的话你就10分钟，滚了10分钟，不要理它。啊。等那个红色的灯跌下去了，你才拿去。OK。好，我要快就要12分钟了。How to order the old wok 32 cm？
啊，你这 PM 啊，我配啥？直接哪一个？对啊 ，PM 表弟啊，好不好？那个锅很好啊，那个锅就我卖了整万个啊，整万个锅，是在真正的一些不到不好的啦，他们说不到0.1%，投诉的很少啦，很少。一般上不会用，我们不会用，你不会用啊，就有一个粉丝跟我讲了，哦，他妈年底啊，我去到他家的时候，我煎蛋给他桂莲，他说你煎蛋桂莲，我做给他桂莲，因为我的韭菜不多，好像这种是连更快年底的哦，但是锅要热吗？锅热就不年底啊，不沾光啊。我今天做辣西龙马真的很好吃啊！哦 ，Tony 也会下厨啊，男人下厨就是好料啊！来，谢谢分享，来正在看直播，来谢谢，来 ，Like and share，Thank you。哎，我们现在是要做那个啊，调什么味？是关于的这个 KFC 的味道 ，KFC 的味道，我们尽量保持，看可不可以抓到 KFC 的味道啊。马铃薯，你可以用那个机械来挖吗？可以啊。啊，加可以啊，我们总之弄到它泥状就可以了。对对对，我每天都有收到通知啊。嗯。来装个滚水啊，多少杯？来，请刘叔啊，给他过6000啊。我跟王放一点油啊。来，我们倒入油啊，花生油。The measuring spoon 啊 ，one set is what price 啊 ？Got two set， 啊，它是88块啊。来，我们放油，我们放蚝油啊，两个汤匙的蚝油啊。OK， 蚝油2个汤匙，做我们爆浆啊。看到猪脚啊，想到泰国的冬阴功美食啊。人数不重要，最重要有五斤啊，谢谢啊。来，料酒1个汤匙啊，我们放料酒1个汤匙。水多少？400啊！来400 ml 的水啊！360。360啊！什么叫400的水？400的水啦，400 ml 的水啊！看一下气压锅啊，来这个长这个样子啊。你看这我拿什么来拍吗？我拿平底锅啊下一次要找一个会煮菜的老公啊，这一次也是可以啊，不要等到下一次啊。这一次放胡椒粉啊，放半茶匙。多少？半茶匙的胡椒粉。来，放入半茶匙的胡椒粉啊。马铃薯你小孩子最喜欢了、啊。对啊，哇，如果你真的会做到 KFC， 我不用去打包了啊，我超爱吃的鸡精粉1茶匙，一个茶匙的鸡精粉啊，两茶匙的糖啊，原来煮马铃薯泥啊是这么多风啊我也是天天有收到通知啊，谢谢你啊。来，卡了再出再进啊，出去再进来啊。嗯，这不是那种一碗啊，是那个一碗一碗的盖渣这样子的。嗯，你要做吗？它是机制吗？我们做那个 KFC 的盖渣啊，这个是中式的 KFC 的马铃薯泥，来自表弟的做法。哇，欢迎，不错啊。有没有？每次赞自己的。啊、来，米奇表弟捧款，好啊！刚进来错过什么？哎呦，你错过很多东西嘞！啊，现在我们做那个马铃薯泥啊 ，KFC 版的马铃薯泥啊，所以我们做着那个它的盖汁啊，那不是浓稠哦。对，浓稠的，要加多加味啊。加味啊，要半汤匙的鲍鱼汁，鲍鱼汁。来，我们加入半汤匙的鲍鱼汁、啊，更入味啊，更入味。嗯 ，KFC 薯泥很好吃哦，自己做啊。来，我们半汤匙的那个鲍鱼汁啊，嗯、更加好味啊。我煮这表弟 cook western dish 啊，你现在知道嘞，他是在煮西菜啊，好像中菜这样煮啊。来，请问现在煮的锅炒菜锅卖多少钱？没有卖，暂时没有卖，要改良啊！这个表弟怎么保持不胖的身材啊？我不敢煮啊！你因为有你的家里要有一个很爱吃的孩子啊，很会吃的孩子，像我这样子啊。
他没有机会吃的都给我吃光了嘛，因为怕下厨子身体就会发福啊，怕哈哈。你的老公爱吃嘛，如果你老公爱吃也是可以帮到你啦。我时常煮马铃薯泥啊，有没有试过表弟这样的方法煮？哎，好料啦，哎，好料沉底啊，一直卡着 check 下你家里的网线啊，是不是你的网线出现的状况啊？你怕不到网线我弄来，会不会太咸啊？我弄机制是带咸的，但是不会你想象中那么咸啊。来，没有鲍鱼翅要放什么？你就 skip 掉这个鲍鱼翅、啊、我鲍鱼翅刚刚好有啊，要调鲍鱼翅下去那更入味。 OK， 这是马铃薯粉来的，如果没有鲍鱼翅不要放啊，我们用那个马铃薯粉来勾芡啊，也是叫风车粉啊。要放要下胡椒粉吗？我们有下胡椒粉啊。KFC 秘方给表弟破了啊，明天股票大跌啊，哇，什么呢？股票不能跌啊，我要买股票的啊。不要乱来啊。不要乱来啊。哦，马铃薯泥我的最爱，马铃薯是不是先蒸熟啊再来炼蒸泥啊？对啊，马铃薯要蒸多久？看你的体型多大。但是如果你切小块就比较快，说20分钟一般上啊。20到25分钟左右啊。没有机会啊。瞄到实力派的米奇啊，不穿衣服的直播了，因为我要带麦啊，我平时都不穿衣的，因为我要穿麦啊，所以要靠衣服、啊、肥的人呢、啊、不穿衣的啦。来，我们马铃薯粉勾芡啊，给它浓稠啊，用 brown sugar 味道跟brown sauce 啊 sorry， 用 brown sauce 跟那个 KFC 一样啊，味道有下糖吗？有，我们有放糖啊，糖茶匙糖，这是倒数名，我要学啊。来，拉西罗马的七粒啊，是用七粒格林吗？七粒格林是什么？七粒波，我们是用七粒波啊。Nicky， 我用七粒波是七粒格林磨出来的啊。但是问题是啊，一般上的七粒波他们有掺一点东西下去的。Nicky， 我们有买 A 白玉啊，然后邮寄公司昨天送错地方啊，我都还没有收到货啊，怎么办？来 ，Lily 啊，你私信表弟啊，然后你把那个号码告诉他，表弟帮你去查一下。买一个大大的薯就可以了，十块有的找啊，啊，慢慢吃啊，哎，6000了，来，记得了，感谢表弟煮这三道菜啊，都是喜欢吃的、啊，来要学啊 ，use the ice cream scoop，、嗯、我们没有 ice cream scoop 哎，刚好做不出来一粒一粒了 ，KFC 是用筛汤啊。哎呦，正！来，我可以做中国，我们中餐式的 KFC， 我也是很喜欢吃马铃薯啊，不会煮啊，我孩子最爱马铃薯泥啊，这个要尝试啊。OK， 没有 scoop 的话自己弄啊，通常啊。一大碗呢、啊，要5粒 scoop 啊，5粒啊，5粒，这个不够大啊，你这个都没有到1粒啊，这里才半粒吧？啊，不然，这个难懂。OK， 来，我们做5粒 scoop 啊，真的是要跟 KFC 原汁原味啊。看看像你马铃薯粉啊，它没有包装的，它是盒装啊，它放在盒子了啦，它的包装是一个风车的。马铃薯大同小异的啦，啊，包全部一样啊。哎呦，超正啊！马铃薯有没有放任何调味去蒸呢？没有，我们是蒸熟了才放一点盐啊，放点胡椒粉啊等等的东西啊。你要看重播啊。We watch replay tonight. Yes， 这个超简单啊。我看你哦，你不如用一个碗来 cup 下去就好啊，表弟。用一个大碗来 cup 啊。你这样子很难看呢。OK 啦，又不够圆。Vacuum cleaner 和气压锅今天收到了啊，速度很快的服务啊，谢谢，来谢谢你的支持。KFC 自然有用面粉来炒鲜啊，中国冰淇淋啊，人妹谢谢你100个欣赏，期待表嫂再出来煮拿好菜啊。小茶杯做小茶杯的模型也可以啊，来，这个是我们自己靠的那个 KFC 站啊，
它这个比较薄一点，你要它，你可以打浓，打浓稠一点。啊，对，你可以放浓郁一点啊。你拿一个小碗，你拿一个碗仔，你拿一个碗仔来盖比较好看，对吧？我可以咬一口看看。OK， 它再倒入进去啊？为什么？它要弄更浓稠啊？它的汁。啊 ，we don't have the ice cream scoop 啊，我们没有那个挖那个冰淇淋啊，用保鲜膜来定型就行了。我也是告诉他。OK， 来再加那个马铃薯粉勾芡啊，勾到了汁浓稠啊。马铃薯酱加玉米粒煮也是好吃啊。啊，我们没有那个冰淇淋的汤匙啊。Color too light， 你的颜色太，对，因为它太亮，它不是 light 是薄啊，它是薄啊，不是 light 啊。来，十二分钟了，谢谢，来，我们关火了，谢谢。明天我可以做来骗孩子的，要买到马铃薯啊。那么有没有做表弟招牌炸鸡？有做过炸鸡啦，但是没有一个是他做的菜都没有写表弟招牌的啦。来，龙舟了。哎呦，可以拍一下那个七力波给我看吗？表弟不能做鱼圆啊，因为不够圆。我今天买到原体啊，正在写表弟煮啊。谢谢。这个就是啊，这个就是啊，表弟版本的 KFC 马铃薯泥啊。OK。OK， 我们现在做的另外一个啊。OK。用盐的汤匙来拌。还有 chili bowl 的那个包装吗？ chili bowl 那个都可以买了，任何地方都可以买了， market 就有卖了，market 有卖了啦，一定有卖的。Can use free home round ice cube 啊，to make 啊，它的 round cube 那个墨啊，在他家嘞。如果你 chili bowl 买不到呢，你就去买干辣椒。干辣椒呢，你不要太辣的话，干辣椒买比较肥胖的干辣椒。那么你去穿烫的时候，先烫烫水哦。洗了哦，那个纸啊，拿掉它啊，剪小小片啊，那纸就落掉了了。OK， 好，然后如果辣的话，你掺一点红辣椒下去啊。OK， 从红辣椒就变吉利波，不会太辣，就不会太辣、啊。外面的吉利波他们有掺一些其他的东西的，所以他们就没有这么辣。对呀、啊，如果真正辣椒当然是很辣了。Correct color， 颜色对的 ，look more like 碗碳啊，像馄饨咩？小嫂，你要你挖一个盘一个碗啊、哦。比较甜甜的，很大大力的。哎，你拿一个碗来碗啊，你跟他铺到边边啊，拿一个碗小碗，我很多碗的吗 ？OK， 现在我们要做那边底下要炸。用哪一种马铃薯啊？任何的马铃薯都可以。马铃薯都可以。我们是用美国的。哦，是美国第一个它大力吗？第二个它容易。I eat the truffle potato chip， 没有拿一点过来。Not the same the sauce for the mashed potato. 可以 try 啊，可以 try 啊，回去 try 一下玩一下啊。60万人中了这个病情啊，对呀、啊，在马来西亚60万了呢，600千啊。用保鲜膜包起来就变成圆形了，哎，也可以啊，也是可以啊、哦。谢谢大家给的 idea 啊。对。当然我们现场直播不可能去摸那个马铃薯啦、啊，真正的主角是猪脚啊。对，真的猪脚。OK， 现在我们要做的第二个就是我们的生菜丝啊。这生菜丝，我建议你买这个生菜呢，你要买 organic 的啊。这个就是 KFC 吃那个哦，最近他就定他让他碎碎的啊。我就是买 organic 的，洗好它啊，洗好它啊，滴干水啊。来，这里多少？这里100克而已。100克的生菜，还有那个萝卜啊。对，100克可以这么多。萝卜多少？啊，萝卜是萝卜差不多五十克而已啊。OK， 我们100克的那个白菜是白菜吗？啊，包菜，包菜，高丽菜，高丽菜。萝卜，这萝卜30克而已啦。30克的萝卜啊，切丝啊 ，OK， 洗过了啦，就是切到它丝幼幼丝丝这样就可以了，也是多功的东西啦。来焖鸡脚是不是可以用那个醋猴酱？可以啊，焖鸡脚用醋猴酱，醋猴酱最好，一流啊。米奇虽然不会煮啊，可以做评审啊，哈哈。来，做不到盐的马铃薯泥啊，
不如就是那个铁汤匙的磨就好啊。好不好看不用紧啊，最重要像 KFC 的味道啊。哎，那味道很不错。啊，表弟，好不好吃？等一下你讲一下。好，好，好味。OK， 那我们准备，你跟着我的调味就刚好味。一大锅的油啊，准备要炸猪手啊。这油是不够多了，等一下，因为油其实油要很多哦。希望不会太迟啊，真爱吃表弟的德国猪手啊，一级棒。来，我记得第一次我煮66个星。第一次我煮上一次我煮德国猪手的时候多少个人看吗？啊，多少？26,000。哦，600多。100天的时候啦。啊，我拿鸡脚和你交换那个马铃薯泥啊。我拿炸鸡翅，我看错了，我看到鸡脚。哎呦 ，Jojo Wong，Thank you 来100个欣赏。高丽菜是包菜吗？哦，这个还没有过。高丽菜是包菜吗？高丽菜包菜，包菜的。OK 啦，谢谢你们的直播的分享。包菜是用刀来切丝吗？是要我们说 coleslaw， 这个叫 coleslaw。可以看一下高丽菜吗？可以。嗯。切到这样子哦，但是它你要整粒的高丽菜没有啦，我只是这个100克的高丽菜。高丽菜是那个包菜来的。包菜啦。包菜啊。写包菜就。好像很普通的，写高丽菜就升华了啦。啊，这个是那个叫，是不是叫 coleslaw 啊？这个在那个 KFC。嗯，OK， 这个炸鸡哦，这个炸鸡没有鸡的包菜，普通包菜可以吗？可以啊，普通包菜都可以啊。来，我们要炸那个原蹄了。每个人自己做啊，没人去买 KFC 咯。每个人如果自己做是真的是没有人买 KFC 啊，但是没有人这样勤劳啦。我去打包都懒惰啊，你说会煮吗？请问棒棒酱可以直接拌饭吃吗？当然，顾名思义啊，棒棒酱就是来拌饭的，就是你拿一碗饭一拌一个汤匙啊，来放那个饭来吃啊。他们有这样试过哦，两汤匙的拌饭酱，一碗饭，两汤匙的拌饭酱，一粒鸡蛋，吃完整饭。好。表弟米奇，你做好的声音很刺耳，你不懂看得明白我的意思吗？什么刺耳？我给他们取出我们的原皮啊。猪手需要调制一些调味吗？要，我们前面有啊。那个什么沙爹汁。表弟焖猪手的汁可以留下来吗？倒了可惜呢。那个很要带咸的哦，带咸的哦。你要做什么？你可以来煮菜用啊，用北京包菜也可以吗？北京包菜也可以。Yes。一般上包菜是比较叫我炸怕怕有水分啊，你会骂干身啊。啊？放猪啊，猪手放气压过多久？12分钟。如果普通包的话，你就是1.5小时啊。哎呀，终于给我扒出来了。OK， 等下调颜色是吧？嗯。OK， 我们来调色啊。来，我们看看，我们看我的猪手来讲。啊，切下锅。OK， 我们两种方式啊，一个是用气压炸锅来做的啊，不是气炸锅来做啊，一个是用我们普通的来。皮还没有脆。皮还不够脆啊，还要再烤噻。嗯。OK， 刚才是烤了多少？24分钟。再去烤，再去烤 ，OK， 再继续给它烤，不要动啊。好，还拉，等一下还拉个层。好。What is the bang bang sauce？ Bang bang sauce， 棒棒酱哦。Signature sauce for rice， 它的名字啊，英文名啊。来，纸包菜可以吗？纸，很少人用纸包菜做的。对对对对。啊，这个猪蹄叉是有讲研技巧吗？讲究技巧啊？没有啊。还是随便擦，它擦的目的是不要给它的那皮、啊，不要给它皮竖进去啊。拿什么来料那个包？料包来猪脚，不是料包来的，那个不是料包来，还是自己调的。里面没少掉了哦，没有煮面吃啊，你要拿那个猪汤来煮面吃呢？我觉得你拿来去弄弄啊，去那种海底捞这样东西啊。Can 棒棒酱 fry me? Sure.
你用那个 instant noodle 啊 ，fry 了过后啊，然后啊，你放点黑豉油啊，放棒棒酱啊，放点豉油这样子来炒一下也是好吃啊。两只猪手啊，你其家人吃得完吗？我一个人可以啃掉整只猪手啊。分享了，来谢谢你的分享。问题是不是每个人都要都会做啊？要不然 KFC 就没有卖了。对呀、啊，猪手有味道吗？你要猪手的味道吗？有了，因为我们放很咸的，等一下。我们放很咸一下。我想汤汁可以拿来煮面焖米粉啊，没有试过啊，真的。原来炸是要讲究啊，热油啊，慢慢的，慢慢淋上去啊，那个油。用针来刺猪皮啊。来，前腿还是后腿？建议你前腿啊。来，看到我吗？我拿着平底锅来录影啊。OK， 来盖下去来炸啊。看到我的平底锅吗？没吗？米奇那只小狗买了多少钱？贵吗？9000块，马币9000啊。很难炸，很难炸。这淋过猪。淋过油猪手是德国的方法吗？我不懂哎，我是吃饱。他们是拿来烤的啊，他们用来烤啊，所以我们用华人用来炸，来直接炸。哎呦好，米奇，表弟，我买的炸好的鸡翅膀啊，但是要酥脆啊，放气炸锅，哪一个模式？要给它脆，他买好炸好的鸡翅膀，但是要给它酥脆的话，放气炸锅要哪个模式？他已经气炸锅啊，要让食物脆的话，他买好的是你直接弄烧它而已吗？啊，弄烧就可以了。所以你可以180度这样啊，180度多少分钟？差不多一般上5-6分钟 OK 的。180度啊，5到6分钟啊。嗯。什么是棒棒酱？来，表弟给我看一下你的棒棒酱，可以帮他冲凉啊。哈哈 ，cover your face 啊呀！ Yeah, 你看，我这是平底锅来录影的嘞，这是开玩笑嘞。没来拌饭酱哦。好，来我们给大家看拌饭酱啊 ，so use the pressure cooker pot 啊 ，dipper。这个拌饭酱是这样子啦，招牌。拌饭酱 ，OK， 你 signature sauce for rice， 就是顾名思义配饭吃了。哎，米奇，你好像瘦了，哎，谢谢你赞美啊，酱都看到我瘦啊。来 ，the fire need medium or high， 大火还是小火？大火。Big fire 啊。油不要太，油不要太热，油不要太滚、啊，就可以滚，就可以放下去了。好、OK， 可以用 oven 吗？可以。阿文可以，我们是 Air Fryer 阿文啊，可以啊。这很难炸的嘛。哎，米奇的玩具很多，哈哈哈。来，哎呦，喷到我！看你的水分，你可以用那个自拍杠，这个不是自拍杠来的，我这个是平底锅啊。你买的是什么品种的锅啊？不是我买的，维拉买的。它是什么狗啊？那个柯基，柯基啊，柯基啊，柯基狗来的。其实要油多多去慢慢炸的啊。你其他粉丝啊，看到啊，其实我有看到你啊，炒饭长相不错啊，谢谢啊。为什么遮住你的脸？我没有遮住我脸呢、啊，是我拿的东西是很大个啊。平底锅、啊，你
弟也是靠脸吃饭的嘛，很危险啊！炸这个，你看，连专业厨师都要这样子做。你看，我们一个小姐这样炸东西，本来是要用大大个网的油去放着炸的，他炸东西好像小姐一样。你其实在宅啊，知道炸猪、炸猪手啊，快快换了件衣啊，想快快换衣啊！我天天都有穿衣服啊。来，棒棒酱会辣吗？棒棒酱有微辣。少少辣，不是说辣，天天大煮要瘦多几篮一下啊。OK， 他应该不怎么会喷了。哎呦，吓死人呢！哎 ，very oily 啊 ，don't want to try 啊。我用 hot garden 啊，跟你放猪手可以吗？我要一箱啊。你拿一箱过来，我给你放一只猪手。反正我有两只嘛。哎呦，小心哦！棒棒酱很好吃啊，不会辣、啊。表弟的锅不够深呐、啊，表弟可以教那个糖醋拳头鸡吗 ？Boxing 鸡哥做过来的，也是今年年头做的，没有记错吗？蓝那一年100个欣赏，谢谢你来。米奇，你是帅男啊，这么怕人家看的？我不怕给人家看啊。好奇米奇手上拿的超大的麦啊！等一下叫表弟拍我一下。Tomorrow ask 表弟啊 ，cook me using the 棒棒酱啊。你要不要用棒棒酱面？棒棒酱。Really appreciate 表弟 to show us how to cook the German big trotter trotter. Thank you very much. 啊，戴面罩，好了啦，应该不会这样喷了啦。好吃，但是很恐怖嘞。米奇，德国猪脚你姑姑有卖吗？他卖海鲜的啦，这个你要去找猪贩啊，猪肉佬那边买啊。Use dipper to fry 啊，应该用表弟的手机啊。Time cleaning up the oil， 不会啦，太可怕了，感觉到要会爆炸了，呵呵，炸掉这样啊。来，刚刚好吗？这个是我们用 air fryer 来烤了，其实我们应该要擦一下，很多人都建议擦，你没有擦？对，我没擦对。啊，因为是因为炸跟这个不一样，我们再烤一下好不好？猪皮要怎样炸才脆啊？像它这样炸就是了。OK， 来不够脆啊，我们再烤过一次啊。我们 OK， 这是第三次烤啊。刚才你应该是放220度才对啊。25分钟。OK， 来220度，再来15分钟。这个是第三次烤，第三次是220度啊，15分钟啊。OK， 如果你准备用 FIR， 你用 Deadlock 啦、啊，别上我们你会写啦。因为我还因为我没有不大会用这个要炸的东西，我们就懂了熟了啊。你看炸的东西煮菜整年多了、啊，我最怕油热油啊碰到我就惨了、啊。我慢慢火炸它。I thought you said the signature sauce.That's well, for rice. Make it show face, I want to see your face. Next time, next time. 表弟可以煮田鸡吗？可以啊。嗯，田鸡。要杀田鸡就麻烦。麻烦了，等下杀田鸡。买片的来要片的。可以用回气压锅来炸啊。可以啊。他没有试过用啊。我还不知道当白面啊！哎，香菇，招牌香菇酱和招牌棒棒酱有什么不同吗？大同小异，只是不一样东西，一个是香菇口味啊。这个昂昂啊，水水来了。要么要让它脆啊！呀，这个专门这个猪手啊，德国猪手可以拿去 roast in the oven can。用空气炸锅要多少分钟啊？哎，他会写给你看啊，大概分三次来烤了。我是抓timing哦，如果可以的话，你松张一下松张一下比较理想。表弟可以教鸡公煲吗 ？On the way 啊，在那个 waiting list 啊，可以教海参鸭吗？也是在 waiting list 哦，谢谢你们啊。Yes， 棒棒酱我买的到现在还没有用啊，今天表嫂好辛苦啊，好油腻呢，替表弟捏一把冷汗了。高温十五分钟，那皮就脆了。放在那个油啊，那个锅够深就可以炸了。
是否可以先煮熟猪手啊，沥干水，炖才来丢炸呢？可以啊，可以啊，沥干水的。其实如果你皮啊，你要更松啊，你就拿那个擦一下就可以了。请问这个 FI 是什么牌子？表弟啊，他牌子是表弟的牌子啊 ，BDI 跟我表弟 idea 啊，是吗？表弟，不是表弟而已。表弟啊，表弟，表弟。BDI 是 B 吗？哦 ，BDI 是表弟啊。好大的猪蹄啊，猪蹄旁啊！今天要特别感谢表嫂啊，完全没有全部 ignore 你的功劳。等一下你洗了就会有人感知你。好像差不多了。哎，这个锅是不锈钢，要多少钱呢？还没有卖啊，我们在试用啊，我们觉得好用会告诉你啊。我们要改良一些它的那个设计啊。这个锅啊，有兴趣的话还不是现在啊，我们应该是企业啊，预算是企业啊。好多工哦，对呀、啊，这个是叫表弟简单煮啊。我们现在教的是表弟简单煮猪手啊，他没有讲错啊，是最简单的方式了啦。他会喷油是因为猪皮没有抹干水分啊，所以要小心啊。刚才的镜头靠近啊，刚好那个油喷出来啊，好像我在现场一样，我就是要给你看到现场的感觉啊。烧焦了吗？没有啊，它是颜色深，颜色深啊。Your air fryer is at cake mode for baking cake. Ah, never mind. Ah, for the 那个啊， 什么都可以。我们只是 narrow 调那个温度吧。学了表弟的菜肴啊，孩子们都说会变胖啊，因为西北好料啊，很硬的猪手啊。对，现在泰国到处都看到，是否是一样啊？很久没有去泰国了。这个是要拿那个来。等下我们要，等下你有没有啤酒？开一罐啤酒。表弟炸东西一流啊，很有心思啊，完美流口水啊。表弟，你买这个猪蹄多少钱？20来块啊，是吧？这种我忘记了，我没看钱。忘记了。啊，买东西不看价钱啊？表嫂给钱我就走。猪蹄不？表弟米奇和表嫂旁嘛，好，表弟真的很用心啊，无私奉献啊，多难多功都会教大家，谢谢表弟的米奇啊。加油啊！对呀、啊，简单煮啊，表弟真的有本事啊，自己有自己的品牌商品啊。炸猪蹄不简单啊，你会碰到炸猪肉啊，也是啊，怕，已经是最简单的模式了啊，这个。昨晚我做冬菇焖鸡脚啊，炸鸡脚时也是会炸到爆炸、啊，吓死宝宝了。表弟，为什么我们要吃得那么困难呢和辛苦的晚餐呢？你们大家都辛苦了。来，告诉你们了，你们去吃酒楼吃东西哦，有时吃到很贵哦。哇，不要想贵啊，人家后面有很多东西做的啊。酥蒸差了之后啊，擦点醋啊，抹上一些盐啊，烤十五分钟，230度啊。来，谢谢教育，谢谢、哦、表弟，那个不太会、啊，他真的不是很会用烤箱啊。看了表弟好主意啊，从此不再问为什么瘦不下来啊的原因啊。简单啊，多这么多工啊。其实炸这个东西啊，不要太大火炸啊，不要太大火。因为油不热的时候，油一点点热的时候就要放下去炸了啊，慢慢去炸了啊。哎，请问有卖虾米辣吗？有，私信表弟啊。那里有下雨吗？天黑了，还不简单呢，看到都怕啊。好像不够脆的。我们这个是很有心思的一个平台啊，我们真的是我们用心教大家，虽然不简单啊，但是你们可以尝试不要煮，但是你们可以参考我们的做法。米奇今晚可以一边吃猪蹄一边喝啤酒啊，一边看球啊，不要看了啦，都要休闲啊。请问表弟说冬仔要怎么样炸才会脆啊？上粉啊，说冬鹅它是很难脆的，它就是说冬仔哦，啊，说冬仔就会脆吗？会吗？说冬仔是要炸，因为我们已经说冬仔，我们说冬要拿去穿烫过了，嗯，说冬我们拿去收大粉啊，水滚放收大，收冬拿去烫一下，捞上来蒸冷水，啊，那么捞干它，那么油热。收冻了一炸，那个很够力了，不要这样做。没有上本啊？
没有，就是这样炸来的。这个是手动宰养，我们说以前我们在酒楼的时候，海鲜楼的时候最在新加坡最流行的。OK， 我们这个生菜芽我们放在这里。哎，这个是100g的那个。要洗干，这个你要用那个刀菜啊，你们要用过滤洗。萝卜30g吗？啊，过滤水洗啊。表弟好聪明啊，会研究菜肴啊，又会变化啊。也是没有啊，这个厨师啊，这个是。这个是自己研发出来的。大妹生的孩子吗？还没有啊。你的表弟喷 okay, 喷 okay, 喷煮一系列的菜肴啊，我的体重也破纪录了。哎，美乃滋，多少汤匙？我们三汤匙的美乃滋。三个汤匙的美乃滋啊，炸得很美啊，德国助手，谢谢啊。表弟 very patient in cooking, appreciate.Thank you very much, 表弟啊，谢谢。OK， 还记得吗？三汤匙，我们要叫你放那么多，一汤匙半。OK， 来，所以我们三个汤匙的那个美乃滋，然后一个汤匙半的炼奶啊，苏苏曼尼斯，对，炼奶啊，我们要放半个柠檬下去，半粒柠檬，你这样都可以吃了了。好，那么我们放个半粒柠檬。Mickey, your pan has been covered very dark gong can put that oil.Splattered 好多工啊要做啊，看了就怕怕、啊、参考啦，参考啊，我们是来啊，你不是做这个就好啦，不要你不要那个就啊。OK， 来柠檬半粒对吗？来半粒的柠檬啊，朋友你做了就知道什么叫满足感啊，真的会烹饪啊，想吃什么就煮什么啊。他没有表弟师傅，如果猪蹄没有气压锅要焖多久呢？你普通锅要一个小时半来焖啊，要用那个普通锅一个小时半啊。每天吃好料我都会肥啊。虾米那有送去新加坡吗？多少钱？来你私信表弟啊。你海天啊，海天的海鲜做直播的时候他有卖，你们可以、啊、你可以跟海天下单啊。请问虾米那一罐多少钱啊？马币18是吗？一罐 啊，可以用铁网猪手放直啊，把猪皮拉下，哎，也不错啊，厉害。我们牢牢下、啊。Tell that 表弟 extreme love his fans teach us to cook the difficult and complicating dish. Extreme thank you, salute to him and family. Thank you 啊，有心煮就会学的、啊，想吃什么就煮什么啊，要放什么料就放啊，自己喜欢就好。哎呀，这个超容易烤啊，你有没有发现到超容易啊？佩服表弟很有耐心啊，多学一样东西啊，自己都会开心。对啦，学习啊，多功是多功啦，但是是简易版的啦。做猪手哪有超简易版的，是没有。来 ，Miki 帮我问表弟啊，冰箱里的啊三配啊出水了，是不是坏的？三配啊，正常吗？正常啊。那个阿三酱是阿三膏吗？是阿三膏吗？阿三不懂哦，阿三配上也是高矮的。阿三膏是吧？元老们要求做的菜啊，我相信都看过了，啊都不会去煮来吃了，实在太辛苦了。而你们会叫他们不要做来吃，太多工了。来，怎样切到这么美啊？切丝哦，切丝。表弟真的是很好用心去教啊，谢谢你。嗯，来，为什么要放炼奶？这个味道好吃啊。不用去买 KFC 的 KFC 没有放柠檬啊，你自我柠檬自己浇了。这个炼奶配那个马油尼斯啊，很多功啊味道，感觉到两夫妻应该要在一起的。来，再来，不够啊，多少？我加多一个汤匙。OK， 来，我们来给他总共是四个汤匙的美乃滋，两个汤匙的炼奶啊，四个汤匙的。美乃滋啊，马油那四个汤匙的话啊、那个炼奶就要一半，就是两个汤匙啊。对，这两个是。哎，米奇，你的胆固醇水平 OK 吗 ？OK 啊，正常啊。KFC 两个猪脚被你煮掉了。什么牌子的炼奶？任何的，冲个 B 那种就可以了啦。对，海天每逢星期二、星期四、星期六都有直播啊，请留意啊。表弟教的阿萨嘛、是你教的阿萨那个膏啊？哎，我呢？你教的阿萨那个膏漏水啊？哎，要阿萨酱是吧？啊，阿萨。行，你的阿萨膏漏水？会啊，他们漏水嘞。啊，沉淀下。放血龟漏水啊？来煮过，煮多一次。再煮多一次啊。
再煮多一次啊。我没有放炼奶啊，放鲜奶也是超好吃啊。炼奶是甜，我们是要有带甜味啊。当然我有放一个柠檬啊，你可以，如果你柠檬下去就比较清香啊。来，表弟，我剩下麦芽糖可以，请问可以煮一些什么啊？麦芽糖，嗯，麦芽糖啊，做烧鸡啊，做烧鸡啊，涂那个炸鸡啊，烤鸡、烤鸭啊，涂上一层的那种麦芽糖啊。呀、yeah, ，那个炼奶加马油的啥、啊，哇，是我的丈夫最喜欢的，超好吃哦。Yes， 啊 ，plus lemon juice 啊，我的 dressing 呀、yeah ，我们刚才是放那个，可以叫高山来的吗、啊？可以啊，你喜欢的，其实你可以放高山来的。表弟，请问醋可以取代柠檬吗？醋可以取代柠檬吗？啊，醋，可以放白米醋，其他的不要。可以，你放白米醋啊，其他都不要啊。白米醋吧，只限于。我也谁知道、啊？你可以放一点点醋啦、啊，不要太多。表弟真的很棒啊。嗯。放咖仔啊，也是可以啊。不要放也可以。好。来，我们先要切那一个，切那个。OK， 这是 air fryer 烤的啊。我们先切那个 air fryer 的。OK， 还有一个是我们用铁力圈的方式来炸的。那个来，还不够脆啊，还不够脆啊，没关系啦，这个要烤啊。Where to get this wooden chopping board？ 这个 wooden 啊，有超过10年了咯，在我家。你们的邻居啊，每天闻到表弟的香味，一定流口水。很难讲啊，我们邻居也是高手的啦。表弟的阿三酱一流啊，来，这个是我们炸的啊。当然了，你不要太大火啊，它有点焦底啊。哎呦，很饿哎！哎，手部烫哎，烫冷了。哎呀，表弟很厉害，吃猪手还要配西餐的菜，你不够，还不够吗？不够熟透，还不够熟透啊？嗯，要紧 ，OK。要讲，要拿去烤啊，不够熟透。要拿去烤啊？嗯。所以我们说，这个气压锅哦，12分钟啊，还要给震。没有震到我们就太快，这样你不要太，这样你不要太快了，你都15分钟了。嗯。下面我们来烤 ，OK， 拿那个出来。OK， 还没有熟透啊，它的气压锅不够久啊。哇，那个声音啊！啊，我们今天失败了啊。不是失败。里面还不够熟啊。这个来。OK， 来我们看那个 air fryer 烤啊，这个拿去烤一下。今天错过德国猪脚，等一下看重播可以啊。你去放什么料去包菜里？没有啊，就是放那个美乃滋和那个炼奶吧。拿麦芽糖来烤鸡，表弟有做过吗？有啊，有食谱吗？你可以私信表弟啊。对啊，刚才那个不怎么熟啊，里面。这个、因为我鞋柜里面有冰啊。啊，鞋柜。所以贵的里面我也就推冰，里面都里面就是在德国吃德国猪脚、啊、皮不脆的不好吃啊。我建议啊大家啊，这个啊拿那个擦剁剁一下、啊。对，建议大家 before 要煮的时候啊，那个猪肉啊剁剁一下。它之所以为什么没有熟味，是因为鞋柜拿出来还没完全。对，我就这样，还没有解冻啊，它就拿来炸啊。很美哦，烤得很美啊，谢谢来 ，I w a i t e l thank you 来，谢谢你的75个星星。只是看那个皮就好啊。哎呦，猪脚切开才拿去烤啊，德国猪手一流啊，好吃啊。啊，美味啊，谢谢。等一下，我们要做字是吧？嗯 ，OK， 你要做字就这样吃啊，直接这样吃啊，没有做字啊。对 ，Thank you so much。OK， 你们可以自己做酱啊，如果你有 special 的酱啊。
这个如果烤完再烤久一点啊，应该时间上了。它的皮更脆啊。啊，对。我觉得脆哦，还是再脆。还是烤的比较容易啊，不用那么多油啊。对，我是给大家讲，如果你家里没有烤箱的话，你就吹啊，别打喊了。就是这个猪手啊，还可以煮冷一点，还可以煮冷一点。它的气压锅你可以放久一点啊，不要这样快打开啊，十二分钟你就放给它焖一下。嗯，焖到它就这样，十二分钟。感恩表弟啊，米奇无私的分享。都付出，谢谢支持啊。Where got enough for dinner? Too only. 不要长马斯吃来吃啊，一流啊。那两三个人可以这样做啊。家里有八个人啊，还十个、啊，还有孩子啊。可以问一下表嫂啊，会做客家人用的黑豆和猪油做的糕吗？我小时候吃过，有这东西啊？他不会了，他不会了，他很少去做那种客家的那种菜肴。讲是客人，他很小就出来社会工作了。客家话还不大会讲呢。会，以前小的时候会，现在不会啊。好像烧鸭啊，点辣椒酱一溜啊。哎呦，你们真会吃啊！也不是很难做啊，如果有用气压锅的话。其实我拿来烤很方便啊。你提你有没有流口水啊？整摊都是口水啊，真的。喜欢吃表弟的德国助手。德国呢 ，give your dog 这个狗啊，你给它吃啊，哇，喂辣妈的我臭头啊！哎，狗，是好命狗来的，不能吃太咸啊。狗有办法吃的啊，不能吃肉啊。那狗，它国外要特别处理的食物。啊，如果是菜园狗啊，菜园狗啊，我给它蹦极开心。他的狗是吃三文鱼的，他的狗是吃贵货的，告诉你，半等的狗来的。啊，我也累了，不好意思，今天会啊，我抓手机抓到累了。啊，这个其实我们烤的比较美啊，烤的是比较美啦，炸的还是要功夫啊。感谢表弟米奇的分享，美味客家用餐。愉快，明天见，谢谢支持。哎，这个是我们用汤匙拌的，然后我就表嫂用一个碗。啊，马铃薯泥啊。嗯。哎，丽，谢谢你摆个欣赏。谢谢啊，这个就是 KFC 的KFC 的马铃薯和它的那个 coleslaw。哎，猪肉还不够软。猪肉不够软。OK， 可以放泰奇的 sauce 啦。所以要怎样做？你如果你焖十二分钟啊，气压锅焖十二分钟啊，固住它，等它蒸直接掉。哦，嗯 ，OK， 要等它掉啊，那个蒸啊，气压锅要焖久一点啊。不过肉是很香啊。OK， 所以我们这个是马铃薯啊。嗯，对，我们马铃薯泥。然后我们的这个小菜，嗯，我今天你问我这个猪头怎么，我只是给我五分而已，怎么？那第一个它焖不够久，焖不够久，嗯，等一下你写精良的时候会写准一点吗？会写，写精准一点啊。啊，你们不要跟现场的这个精良啊，你要跟他的他写的啊，嗯，然后如果。其实这个皮 是如果再烤多久的，那皮是脆的啊。啊，皮会脆的。好，那再包啊。嗯，好，包味道 OK 的啊。这样吃的话又不会够很咸，那么我配的生菜是这样 OK 啊。哦。那你可以自己可以煮一个，黑胡椒酱啊。啊。平常自己也是喜欢的。甜酱也可以啊。嗯，对。甜酱也可以。嗯。啊，泰式辣椒酱也行啊。OK， 所、以谢谢你们观看。感谢大家。我们明天啊，五点半啊。明天要做什么、啊？啊，药材富贵养，我们明天做富贵养，还有半只羊做富贵养。OK， 谢谢你们的支持。Okay, 谢谢大家。好，我们明天五点半准时见，准时见，全部齐场，拜拜。